梦想。没错，哈哈哈！谢谢各位的热情。没错，这里是非常六加一的录制现场，我是高博，欢迎各位前来捧场。多热闹的开场啊！每一场的非常六加一都会有两位明星指导嘉宾来到现场，他们各自带领两名选手来组成红队和蓝队。来吧，热烈掌声！首先请上本场红队的指导嘉宾王铮铮。经过许多年以后，你是否还爱我？是否还会依偎在我怀中，叫我一声老公？直到我们剩下最后一口气，你是否还记得曾经说过下辈子再爱我一次？如果我们经过许多年以后，你是否还爱我？是否还会依偎在我怀中，叫我一声老婆？直到我们剩下最后一口气，你是否曾经说过下辈子再爱我一次？每次开场看到郑铮都是信心满满的。怎么样？今天这俩选手怎么样？有没有冠军相的 啊？尤其是我这一期的这两位，我觉得他在很多方面来讲的话，都是实力太超群了，太超群了。来，掌声请上于文华。文华你好，搭档。装模作样还得握下手。哎，对，我给他俩分开。我给他俩分开，我站这边。打起来是吗？哎，他刚才自信心好强啊。他觉得今天的非常明星是他带队的。那是这样的，我得看到时候展现的实力。我想我所带的选手不会输给汪振振。很好，希望二位都信心满满的来到我们的非常六加一。他们有信心，证明选手实力足够强。来吧，掌声送二位落座啦！谢谢。好了，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掌声请上是红队的第一组选手蜜芽组合，鼓励鼓励。蜜芽组合你好，欢迎来到六加一。谢谢。就问一个词儿吧，辣不辣？谢谢大家。很火辣的呈现啊！来，我们先听听嘉宾第一印象。这是你们是汪铮铮组的对吧？对，是的。于文华第一印象如何？很青春，很靓丽。应该说是这种魅力四射。我觉得舞台就希望有，就应该多一些这种比较青春能够带给大家活力的这些歌手。谢谢老师。谢谢。哎，谢谢。来吧，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的，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广西的米娅组合。我是小军。我是肖柳。我们组合呢之所以叫米娅，是因为我们广西壮族它有一个米娅，它是一个壮语的后缀词，它代表的是美好的意思，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出现也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感觉。谢谢。米娅就是美好的意思，是吧？对。米娅组合成立多长时间了？米娅，我们在一起有五年了。其实我们是三个人的组合。那怎么今天减员一个米娅？其实我们就是借这次上《非常六加一》的机会，向大家征集一名新的成员，因为我们的老成员他要结婚了。所以现场你们想找一个是吗？对，我们想现场找一位。胆儿真大。有朋友想加入吗？你这么看过去，觉得有唱歌好的吗？加入这个组合。刚才我听见一位帅哥说有的。有什么要求？有什么要求？性别？身体健康。身体健康。男女不限。男女不限。基本上这个要求就是只要你活着会喘气儿就行，好吧？来，谁来？谁来？来来来来来。哇，是个帅哥，帅哥。行了，就你俩吧。太棒了。就你俩吧，来吧。很好很好。好，你好你好你好。让你们离那么近了吗？别离那么近，安全第一，对不对？往现场交给你们啊，考量一下，考量一下。是这样子的。别太难啊。我们组合呢，其实是一个边唱边跳的一个组合。哎，是。然后既能唱流行歌曲，哎，也可以唱我们广西的山歌。是是。所以呢，首先我先教一段，就是能跳舞的流行歌曲吧。你们俩谁能跳舞？谁？自告奋勇好吗？谁是流行风的？啊，那就你可以唱歌是吧？那你跳舞呗，跳舞呗，你跳舞呗，大个跳舞，你俩先把这段完成一下，他在旁边看，要不然太难，好吧？行行行，好吧，潇洒小姐，先把这个给小野，看，认真看啊，尤其你大个。睡得太少，黑眼圈遮不掉，没形象有点早，无所谓不重要，我想你睡不好，暧昧像蚂蚁咬，告白不是祈祷，只想让你知道，你也有好感，为何你不勇敢向前，我撤掉所有阻碍，只让你在眼前，幸福只要面对大量，不需要训练，做人要潇洒一点，不找个时间，哦哦哦哦，我喜欢你，哦哦哦哦哦，别忘记，其实不是，我相信，爱情潇洒小姐是爱自己，哦哦哦哦哦，爱我吗？你不 like it？ 太棒了，你俩弄死他算了。不是，我们会跟你信不信？你今天回不了家，你知道吗？我们会量身定做一段给你。最简单的一段，好不好？就是最简单的一段。太难了不行，你就要人命了就。不管怎么样啊，我们这个临时组合，临时组合要呈现了啊！加油，大家都看好你哦。就一直摆 pose， 你不会跳你就摆 pose。来，掌声给鼓励一下。我喜欢你，哦哦哦哦哦，别放弃，继续练习，我相信爱情潇洒小姐不爱不行，哦哦哦哦哦，爱我吧，我喜欢你。哇，很默契，很默契。哇，酷，他临场发挥很好。对，我让你搂了吗？都搭起肩了。加，我太自然了。加戏啊。不过刚才哎，就那么一两分钟，我个人以为这个表现就还不错了，来，值得掌声给他鼓励一下，还不错了，谢谢，而且是一个帅哥，谢。来，场边休息，场边休息，好，这事儿谁也怪不得，是你刚才说你能唱的是吧？这属于找死嘛，对不对？来，这来一个能唱的，好吗？我们考验一下唱功啊。时光在旋转，不停地流动，那些想的只能想着不经意间只踏过心间，有这样一首歌在你耳边，在嘴边，
哪句呢？就是对，就一句，就是我们最耳熟能详的那一句。长山过来，山歌好比春江水。对，要带有一点原生态的感觉。哦，知道了，我知道了。能唱歌就不错，还原生态。你先来，你得来个圆的。长山过来。哎呦，不错不错。谢谢。太感谢你了，帮我们真的。真不错，就是有点小瑕疵，就有一点，我听他唱，我肚子疼，拧得慌。好了，不管怎么样啊，来，我们现在来同台呈现了，好吧，看看这个能不能满足你们的要求，不许搂，再说好。来，开始。我看出来了，你是台下型的选手，一来真的，刚才仨人唱出六声部来，我跟你讲，真好真好，谢谢谢谢二位，谢谢二位热情观众，谢谢谢谢谢谢。哎呀，我刚才就在旁边就一直这么抛，我其实是你们最佳的人选，你知道吗？你刚才就一下子错了，已经晚了，人就是这么得罪的，对不对？不要这样好吗，老师？那么来到我们。来到了我们非常六加一呢，也经过了他们的培训过程，这样我们通过短片来一起回复一下经历了什么。来，导播去。五六七，走，站在下面为你们歌唱，一起赶去归来安利利。若起若起吗？同学们好。啊，老师。啊，这次呢上非常六加一啊！反过来了，你好帅！啊，没有没有，我们呢真的很希望能看到你们这个精彩的表演啊！这样，咱们既然上这个非常六加一，咱们先来一个你们自己的最拿手的才艺展示。好，好，好吧，好 ，OK， 来，五、两、七。状态啊！安利利，安利利，赶时归来，安利利，安利利，安利利，赶时归来。有问题，就是觉得好像缺了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老师，我们组合原本是三个女孩子的，然后有一个女孩她有事来不了。我说的嘛，我就觉得你们两个人中间好像是还有一个，她应该有一个什么这个结合点，对，三个人感觉不到位。这样吧。老师，你参与我们组合吧，怎么样？我呀，你帮我们一个忙。这个不是帮忙的事啊，我唱歌还行，好无聊了。老师，阿丽丽，阿丽丽，但是归来。屁股两下，左一下，左一下，左一下，右一下。哎呀，是啊，屁股啊，腰呢腰，哎呀，不行，我觉得组合呢，这不是说咱们今天练一下就能上台了。你们还是自己想想办法，我实在是这个我是实在帮不了啊，想想办法。哎，你好。哎，你好，你是米娅组合的李梦婷吗？是的。啊，我是汪正正。啊？我是汪正正。骗人吧。我真的是汪正正，我不骗你的。因为你们三姐妹的这个组合呢，一直是快有将近四五年的时间了。那么这样一来呢，他们两个人在这个地方展示了一下呢，我看了确实是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多。来北京，把他们两姐妹的这个梦呢，你们三姐妹给她把它圆满的这个完成，能不能来？说真格的，汪正正，嗯，你是汪正正吗？要验明正身，这事儿也难，这事儿也难。不光这个角色汪正正替代不了，我相信任何人都替代不了，因为作为一个团队，每个成员都有他独特的位置，是不可替代的。
所以缺失的那名队员我们给他请回来了，来吧，掌声鼓励。哎呀，太惊喜了。老师好，主持人您好。您好，他俩绝对没想到。别哭别哭，妆花了。哎，别哭别哭，不是话了。我俩聊会儿，我俩聊会儿，你俩调整一下情绪，因为一会儿还要演出呢，好吧？我们演出第一，聊两句。哎，接到王正正电话，是不是真觉得是欺诈短信什么玩意儿？是啊，当时我以为是骗子。你以为是骗子？对。别说你了，我现在都不敢保证是不是本尊坐在那儿。现在盗版了这么多啊，离开团队的原因是最近忙于婚事。对的。婚礼准备的怎么样了？啊，下个月17号。下个月17号，哎呦。其实我觉得我们组合坚持了5年，我突然在这个时候就因为我结婚就退出了，其实我觉得蛮对不起他们。就是我在这两个选择里面我纠结了很久，就是我觉得一个是5年的感情，然后一个是我自己的婚姻，面临我自己的婚，然后还有我的宝宝，所以我还是选择了我的家庭，所以我就觉得特别对不起他们两个。没有没有没有，没事。作为姐妹是希望你幸福的，我们都支持。对对对，但是其实在我心中，其实我也觉得是一个遗憾，所以今天我能来到非常六加一的这个舞台，就是为了要圆我们组合最后一次这个梦，最后一个演出。姐妹之间的这段话，包括姐妹之间现在流下来的眼泪，也只有她们姐妹之间能够更深切地感受到。不过现场我们观众也能够同步地收获一些。不管怎么样，今天一会儿在舞台上呈现的将是一个完整的蜜芽组合，尽管这也许是她们最后一次的演出。来吧，鼓励的掌声响起。谢谢大家多多支持我们，谢谢。好了，即将登场的是红队的第二位选手潘新洲，掌声欢迎。我是潘新洲，我的
能唱出比辽宁最高的山峰还要高的高音。整个童年我是幸运的，因为我几乎每天都可以跟乡亲们一起踩铜鼓唱谣歌，用真诚来传递我们心中的歌。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黔东南州台江县长福村，希望大家都喜欢我，谢谢。唱得好，但是没听懂啊，别笑，你也没听懂，给大家解释一下刚才唱那首歌大意是什么。黔州这首歌是我们贵州特别特别有名一首苗歌，哎，一首苗族情歌，哎，大概意思就是你像一朵花长在半山崖啊，要想得到你我定要把牙爬，要想得到你我就怕被刺扎啊，但是我为了得到你我定要把牙爬，定要把你拉回家，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哎、那最后把那个那是银项圈嘛，对，然后带到了于老师的身上是什么意思啊？在我们苗族嘛，就是唱歌给女孩子之后，女孩子觉得你这个男生长得还可以的话，他就接受了你的礼物，如果你唱歌唱得不好的话他就不会答应，所以刚才那个女老师就答应了我，所以我特别激动，我就啊呼啊呼，这个特别特别激动。你当然激动了，泪点疯了，你摊上事儿了。我摊大事了，摊上事儿了，摊事儿了，摊事儿了，摊了大事儿了。怎么办？第一印象点评还是先送出吧。哎，真好。嗯，真好，真的，你唱的真是令我折服，而且我就觉得好像我不是在这个六加一的现场，而是就在了你的那种家乡苗乡的一种感觉。谢谢。只是我这个没有想到是那样的一个情节，否则我实在是不敢戴。晚了，已经戴上了，还挺好看。哎，那谈恋爱除了刚才我们的项圈这个部分之后，歌声是相当重要的了。重要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我们苗族，你可以没有房子，你可以没有钱，哎，但是你必须要会唱歌。房子钱都可以没有，但是歌喉一定要好，一定要好，因为都是晚上谈恋爱，不像我们汉族这种白天谈恋爱，对对，他根本就不知道你到底有多富。没错，他只要你的歌声，你这人到底心里好不好，善不善良，都是从歌声当中表达出来，曲不变，就能听出来。你的词都在不断的转变。现场有没有人愿意到贵州是吧？哎，在贵州。对，到贵州去发展女朋友的，有没有？小伙子们，没结婚的，试一下。要不然，哥们儿还你吧。唱山歌，我觉得你山歌唱不错。来吧，掌声鼓励一下。啊，不是，咱先说明白，你有女朋友了吗？有没有？没有。啊，那行，来吧。要有了缺德事儿，咱不能办。哎呀，我
也就说你今年要红嘛，你出镜率太高了，一场节目上来两回了。那这回就要问一下了，叫什么名字？啊，大家好，我叫王静。多大岁数？今年22。女朋友漂亮吗？没有女朋友。哎，没被套出来，证明真实情况，确实单身。就是说下面要发生的事情呢，就是我们这位选手要教你唱一下我们苗乡的男孩的情歌。如果掌握好了以后，你直接去贵州找女朋友，问题不大，好不好？你包了是吧？对。啊，行。那但是有个条件，必须要学会苗歌。学会苗歌，我这可以包你。来，现在来教一教吧。好，来两句啊。我的朋友就是马家，哎，我的朋友就是。啊，都不能够都不能好再来唱我就怕就是马家啊都不能够都不能够下去啊你就是那些你就是那些那些有底子，绝对学出来的，绝对，绝对可以，对吧？真假声转化是比较自然，那他就有这个。他有底子，他有底子，他差点都在加入上一组合了，就差一毛钱，知道吗？你再把这个最关键的那个，就是刚才你表达自己高兴的时候有一个哦那个，啊，我不行啊，就把那个高兴的那个交给他。吉安。啊，唱这个是吧？哎。对，这个歌这一句就是碰到女孩子，看到女孩子，她很激动，她没有怎么表达，就太好了，太好了，这意思。哦，记住了吧？大家脑海里想象一下，过不了几个月，就在贵州山路上看到有小伙子。哎呀，想的都是你让他学那个可不啊，让他学那个送完了这个他特别高兴那个，我就是刚才就是对对对就那个那两句那个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说他终于接受我的礼物了，所以我就把所有的情绪太高兴无法表达出啊呼啊呼呼呼呼呼呼，这个行这个行啊这个行，来小倩啊呼预备走啊呼啊呼呼呼啊呼像真棒真棒真棒，来拜托各位再一次用热烈掌声感谢这么热情这么友好的观众，谢谢他谢谢他，真好谢谢谢谢。在这里爆一个料啊，他是目前为止我们非常6+1改版到现在第一个，他和他的指导老师在此刻是第一回见面，我说的没错吧？对对。为什么？告诉大家。当时一接到这个我们节目的通知的时候，我是特别激动，而且还听说是跟我们汪正正老师学习的，我特别激动，所以我就马上来买了车票。但是从我们家乡从村里面到县里面，就得要3个多小时。3个多小时啊！再从县里面到那个州里面。就要将近4个小时，7个多小时了，然后再从州里面到省里面才有火车坐啊，就得要绕了3个多小时啊，然后再从省里面坐火车到我们北京又得要绕44个小时，我都记得清楚，所以几天几夜就来不及跟我的老师见面，我非常遗憾，特别遗憾。我们苗族如果说比较真诚的尊敬我们的老师，还有尊敬我们的父母，还有我们就必须要边敬酒然后边唱歌送给我们的老师，来吧来吧，呀嘿，我老师马启蒙，我老师马启蒙，谢谢，多久多远马启蒙，马启蒙多无路马启蒙，多孤路马启蒙，多吃多盐马蹄马马蹄，我背啊，万老师马，掌声再次大家好吧，老师马蹄马。
马天马马希猫。哎呀，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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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老师，谢谢。实际呢，新洲啊，大家可能对他不是很熟悉，因为他呢是咱们央视青歌赛的这个原生态，2010年的铜奖就是第三名。你说我是你的导师，我真的不敢当，但是我知道你是我们这一组的时候，我的信心就特别特别的足，因为我刚才刚一上台，我没有打开这个底。我跟高博今天也说的是，我今天的队员呢，肯定是都是非常非常有实力的。谢谢老师，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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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今天带给我们的是什么？今天带给大家的是我，大家都几乎听到我唱的是原生态的。那我想在这里改变一下自己的风格，不是唱一首纯粹的流行歌曲给大家听。嗯，哦，那这个是挑战了，对你自己也是挑战了。哎，对对对，真的。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我们少数民族歌手原生态歌手演绎的流行歌曲是什么样的，掌声鼓励。谢谢。午夜梦醒，才感觉到被掏空的凄凉。新洲，谢谢。同时，我们也掌声请上第一组的选手米娅组合。又到了那一刻，之前预警过各位，第一环节就是淘汰赛，两组只能留下一组，谁留下呢？各位。这是录制这么多场次的非常六加一第一次出现的状况，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状况，我问过去，大家说出来，安静了好几秒，足以证明双方势均力敌。这个难题呢，就交给了指导老师汪正正这边。正正啊，刚才观众都很难抉择。没错，我先说一下行舟。就男生的换声点，他在男生的换声点的一个八度以上，那就是 high F 或者是 high G， 这都属于太极限的音了。就他这个极限音真的是我们是连想都不敢想，望尘莫及，真的是这样。你呢，我就说到这儿。我再说一下米娅，米娅的整体感真是没得挑，因为又唱又跳，尤其是他们这个表演的整体这个三人组，目前来讲在国内也是很闪亮的。真的是这个环节确实是非常非常让我为难。来吧，全场的视线都集中在汪正正的两只手上，决定留下谁会点亮他那盏灯。最后的结果，汪正正掌声祝贺米娅组合成功晋级。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躺下，稍事准备，躺下准备。
个人建议，全场再给汪正正鼓一下掌，因为这个决定很难做。谢谢，谢谢。我高博，我要说两句啊。我觉得新洲啊，您是在他们三位面前呢，您是大哥哥。我想你在这个环节上呢，让给他们，你不算是败者。好，谢谢，小马叔，感谢你。我不知道你能否真正理解到汪正正这片良苦的用心，他是那么的喜欢你，那么的褒奖你，那么的推崇你，在所有观众的面前，你能不能带着我，带着两个嘉宾，带着全场的观众朋友们，再来，对，演示一下最具特色的你的那个嗓音，那个哦，大家一块来好不好？好，来一起啊，一起，预备，三二一。谢谢，谢谢，谢谢。现在请把你交还给自己的指导老师。很可惜，你们才刚刚见面，20分钟左右。来，好。加油。再见，新洲，再见，加油。来吧，各位，收回情绪啊，我也需要调整，汪正正也需要调整，观众们也需要调整，来吧，收回情绪，进入到下半场啊，蓝队的呈现。首先我们掌声请上的是杜燕杰，欢迎。笑口常开，用心去把爱灌溉，明天的我们更精彩。我住在世界的舞台，跑得比那黑人更快，岁岁年年出人才，大摇大摆，乐天替你笑开，恭喜你发财，要喊得够豪迈。好喜庆，杜燕姐你好，博哥你好，你好你好，我拿，你来就来吧，拿啥红包，不好意思，很好，给我的，是不是给我的？是，不要打开了，这个是一个惊喜，啥也没有啊。其实我就想让现场的好朋友猜一下啊，这个其实就是我的职业，职业，很喜庆的一个职业，职业新娘，不会吧？不是不是，干嘛的？来，大家猜一猜，司仪，司仪。我是一名来自油城大庆的婚礼策划师，大家好。哎，好好。以后啊，没事别瞎拿红包上台，人别人多心，你知道吗？来来来，我们听听汪正正第一印象的点评，这美的，你看见什么了？他一出来呢，给人家的感觉就很喜庆，喜庆啊，热闹。有什么夸人的？你说你是什么做？婚礼策划师。婚礼策划师，策划师啊，主持啊，什么那些都要做的吗？主要是为那个新人的婚礼流程当中搭配音乐。在每个部分都可以有合适的音乐是吗？对呀。哦，你觉得你做的出色吗？我觉得，在摄像机面前我不敢说我出色，但是我自己认为我还是很棒的。现场检验一下好不好，各位？啊！大家觉得啊，演这个新郎新娘谁最像啊？谁最像啊？哎，来来，掌声热烈一点，二位嘉宾，来，新郎新娘了。哎呦我！
我这人回去跟妹夫说啊，这是导演组安排的啊。哎，掌声祝贺一下，这事没想到，没想到啊，太巧了，太巧了啊。高博，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再高一点啊？不，我觉得他应该再矮一点。其实心里话，其实心里话，咱俩更登对。你看那就完了呗。但是机会让给汪正的啊，这样，狼子娘子准备好了吗？好了，好好好啊。首先，我们请一对新人出场。就卖这腿。昨天来不及，今天就很可惜，今天你要嫁给我。哎，好，这球给的挺好，对吧？第二项，为双方父母敬茶，父母没有，我来代替。啊，结婚了。啊，来吧，孩子。爸爸，那个老婆。你给咱爷爷先倒一杯茶喝吧。老爷，您注意身体啊。妈妈，谢谢你。老爷，您再喝一杯。我的希望来自你。再喝一杯。这是你来，谢老爷。老爷，您再喝一杯。照顾我，寸步不离。老爷好事相伴。祝你们两个人幸福，少生孩子，多种树。哎，刚才那个也不错啊，很温馨。来，最后一步，交杯酒，跳过。入洞房，跳过。但是还是可以抱一个。还没唱完呢，没唱完呢。谢谢，这他很真实的，确实干这个的，什么情节什么曲儿，你俩确实是假的，尤其最后那一抱，表面上看起来挺好，我刚才从后面看了，他俩中间能加一汽油桶，你知道吗？对，你那个，哎呀，妹夫在镜头看着呢，哦、妹夫是吧？那可不，刚才演的还真不错，我觉得你演的最好的就是给父母敬茶那段，知道吗？好，掌声，感谢两位指导嘉宾。谢谢老师，谢谢会长，谢谢。其实刚才大家在舞台上都是在为你来聚拢人气，最后呈现的时候一会儿唱什么歌呢？走在红毯那一天。对。嗯，为什么选这首歌？因为还有不长的时间就是我自己的婚期。真要结婚了？对。哦，那就是想在这儿预演一遍呗，唱给自己听啊。唱给我的爱人。唱给他听。对。当然，最终的呈现呢，还需要你去完美释放。那来到非常六加一呢，也经历了自己的一个培训的过程。来吧，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短片。我就是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就平时吧笑的都是特别的灿烂，但是我一到唱歌的时候就是控制不了了，表情就特别痛苦。那要不然你唱给我听听。走在红毯那一天，蒙上白纱的脸，微笑中流下的眼泪一定很美。你一张口之前，先把眉头都皱起来。你皱起眉头，那自然就肯定不是那种特别那个温情幸福的。那我希望你做一个功课，就是你比如走到街上的时候，有一个陌生人，一个小孩，你笑着去面对他的时候，我相信你得到的也是一种微笑。好的。这就是一种回报，试试看好吗？好的，我会努力的。好。
记忆苦涩的味道，没有人去拥抱，放下昨天的烦恼，我想我快发酵。微笑比什么都重要，世界还很美妙，原来的我统统都不要，快跟我逃掉骄傲。给大家展现一下，好看不好看？这个就是我婚礼时候的嫁衣，我希望能够穿在非常六加一的舞台之上，带给所有喜欢我的朋友，谢谢。哎呀呀呀呀！哎，这些都是你装点上去的吗？有一部分是。啊，嫁衣一定要局部是自己亲自参与的才有感觉。对，这样很幸福。走在红毯上，很好。新郎官呢？今天没来，我又不能代替。我也想帮你忙，帮不上。这样吧，你们婚礼那天如果给家长敬茶时候缺人，我去帮忙，好不好？好的好的，一定给您留个位置。来吧，掌声鼓励一下准新娘，吼吼！本场的最后一个选手即将登场，掌声鼓励一下刘广生。面对冰刀雪剑锋，与大情的陪伴，真上天赐给我的金色的华年，多人一滴肝胆，多人可惧艰险，豪情不变年复一年，多人有苦有甜，善恶分开两边，都为梦中的明天，看铁蹄铮
度日旋转，愿烟火人间看到太平美满，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最后一句大家跟我一起唱好不好？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谢谢，真好真好真好，大家都长寿啊，大家都长寿啊，500年500年，谢谢谢谢。在我们节目最后的一个部分呢，一下子又让全场观众达到了一个情绪的高点，咱们先听听第一印象点评吧。王哲哲，你给我的第一印象呢，就是一身正气。但我希望呢，如果要是在演唱通俗这方面的歌曲的时候，方法上的一些东西要淡化。嗯，谢谢谢谢。好，谢谢您，王老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现场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刘广生，我是来自广东省广州的一名警察。哎。其实高老师，哎，咱俩的工作有时候也差不多。你像好人，我像坏人。没有，您是陪观众聊天。哎，这倒是陪观众、陪嘉宾、陪选手聊天。我有时候也是需要陪人聊天。你会聊吗？聊得好吗？要不咱俩试一下。来试试。好。哎呀，高老师，您的坐姿要调整一下啊，要挺胸收腹啊，对，手好，好，我尽量吧。嗯，高博呀，哎，最近怎么样啊？挺好的，挺好的是吧？变胖了嘞。跟家里联系没有？每天打电话呀。没事的时候呢，多给家里写点信，汇报一下你最近的心得，好不好？好。虽然刑期比较长，但是呢，你要有信心。我有信心。你就认真的过好每一天，认真的做好每一件事情，从小做起。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一转眼日子过去了，但是你会觉得你自己过得很充实，对不对？对，我，你说完以后我更充实了。好，谢谢高老师给我的配合。哦，大概大家可以还原他的这个工作了。高老师，我是来自广州监狱的一名监狱人民警察。狱警，你聊得不错，聊得我心里挺发毛的，聊得大家看得挺热闹的。你们刚谁刚才鼓掌来着？告诉大家，在周围的人群当中，你的小环境当中，大家称你做什么？你看乐的。我在我们系统还是比较出名的，叫什么？大家都叫我民歌小曲库。民歌小曲库多大气。这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他们就喜欢听，我就给他们唱，反正是全国各地的民歌，颠起来就唱。说一个地方你就能唱当地的歌，要不试一下？高老师看来有点怀疑的感觉。你敢我就敢啊，对不对？来，大屏幕切一个省出来。山西。下秋秋下的我树啊，那个软呀呼嘿，好好。哎，您唱民歌那个状态马上就来了，特别好特别好。切，黑龙江。打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来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姑娘喜欢的小花布，小伙搭着个纤维脖，穿着个球鞋跑得快，打球赛跑不怕磨，秋衣秋裤后头多，又可身来又暖和。好，不错不错，再缺。河南。我就是河南人。撞枪口上了。扁花篮，扁个花篮上南山，南山开满红牡丹，银个丹丹白牡丹。我不理你。
难不住他，拜托各位，拜托各位，我们都是五湖四海难得的机会，从哪儿来的，想听家乡的歌，想家了，来喊出来，让他来唱，来来来，声音大的我就听准，山东是吧，山东，啊，好好好，可以可以，好，我们先来山东好不好，来山东，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沂蒙那个山上哎，好风光。啊，好，好，来安静安静。我们先订个饭，我们先别出国，那边有人喊埃及，那个有点太夸张了。我们先在国内，好吧？哪儿？江苏是吗？江苏，来，先来江苏，江苏过来。江苏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你们都会唱，还有我都。最后一个我来吧，咱们要不然考今天晚上的节目都录不完，然后他都能接上来。我家乡内蒙古，来个内蒙古的，内蒙古民歌很好听了，但是要唱得好很难呢，所以这是考验他的地方来了。内蒙古，我的家乡。内蒙古，你要不唱内蒙古，你就唱埃及。那还是内蒙古吧。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向四方，白鸟儿齐飞翔。不错。了不得了，我发现你是彻底来状态了，巅峰状态，现在稍微来点状态。你说你这么厉害，那老师还有什么可指导的呢？我真想知道在培训的那些日子里发生了什么。来，走不切，扯开嗓子一声喊哟，我给你个小道具，你先试试看啊，等一下，看你把这个方便面啊攥到手里，你刚才唱歌是这样使劲是攥着拳头的，扯开嗓子一声喊，别喊了，你再看看你自己的这儿，你还喊呢，这方便面都被你喊碎了，一嗓子就被你喊碎了，别说一首歌了，你弄完了以后你嗓子肯定不舒服，唱完了是有点累，对呀、啊、不是有点累，你想看你把所有的这个劲儿都用你声音用声带去唱喊嗓子，但你嗓子肯定要毁了，放松一点，不要叫着，你浑身都那么叫着劲呢，你唱的累我听的也累，大家听的肯定很累，什么时候你不捏碎了可能会好一点。就到北京爷还有什么愿望吗？学声乐的最高梦想就是能站到青歌赛的舞台上发声高歌、嗯、如果是能在那么漂亮的舞台上唱两句，我觉得我的更加心满意足了。看看这两天能有时间，咱们去青歌赛的那个现场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好不好？哦，那就太谢谢于老师了。刘广生的这个声音条件是非常非常难得，太好了，这个嗓子应该是天老天赋予他一份好的歌喉，而且他又那么热爱舞台，只是他的这个拙劲太厉害了，我希望他能够把这个气息通畅下来。嗯，应该是不错的一个歌手。喊我的水呀，喊我的山，哎呀，喊我的水呀，喊我的山，啊，吃掉吧，多浪费呀、啊、很好喝、哦，我为了练这个我吃了快一箱方便面了，我就说你这毛病得改嘛，要不然他下一个艺名就叫方便面杀手，要不然粉碎机。不过刚才我看那个短片，最触动我的一幕是他坐在我们在一号厅里面的时候，他那个眼神
从那个眼神当中能看到他的理想，他的希望，那就是青歌赛了。因为我今年都32了，青歌赛它有一个规定，是35岁之后就不能再参加了。青年，所以说青歌赛留给我的时间真的是不多了。你可以完全把今天非常六加一你下面的呈现当做是一次预演，这里的阵仗也够大，这里有我们两位评委，专业的评委，嘉宾老师，还有我们非常热情的观众，好不好？带来什么曲目？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演唱一首是我自己改编词的很有教育意义的歌吧，希望大家到时候听了他还是惊艳，不要忘记，谢谢。传统的美德莫忘了，我说父亲我记住了，啊父亲在我记住了，你常在讲，你总在说，世界没有不劳而获，踏踏实实清白做人最值得。世界没有不劳而获，踏踏实实清白做人最值得。到了那一刻，两位能够晋级的只有一位，而决定这个名额的就是他们的指导老师于文华。这也难，真的是很难。刘广生呢声音非常好，天生一副好嗓子。那我们新娘子这边呢，那一身洁白的婚纱唱了一个红地毯，那一刻让人去感动，而且整个这作品的演绎没什么缺点，没什么缺陷让我去说，但是我希望你还是能够在放的时候再放一点就更好了。现在我们广声就是缺乏收，你光放你能不累吗？该收的收，该放的放，去演绎一部作品。结果呢，你会为谁点亮那盏灯呢？我出汗了。我替你出汗。我真的出汗了，两个我都舍不得，没错，我都想着。你们看我，掌声祝贺3号杜燕杰成功晋级，上下准备，上下准备。我呢也不是专业的音乐老师，我也给不出你什么建议，但是呢我就记得我在非常六加一的舞台上你跟我聊过天儿，你呢让我好好过日子，我呢也送出我个人单纯的祝福，作为一个曾经的聊友，希望在下届青歌赛的时候能够看到你的身影。我会一直努力，谢谢。来交还给指导老师。
们也是希望每个选手吧，在这舞台上，不管是成功了还是遇到了挫折，都能够有自己的感悟，在自己的艺术道路上能够斩获更多的领悟。来吧，收回情绪，最终的对决即将为各位展开。来，首先掌声请上米娅组合。
到了最终的时刻。这边唱的好不好？大声告诉我。这边唱的好不好？大声告诉我。一定是这样的结果。那边有那位说了，哎，说这新娘子算送祝福投他的吧？不姐，您想想，这面他也有一新娘子呢。所以呢，势均力敌，而且这事儿呢不在人多，他也不是人少就好。来吧，各位，投票标准非常简单。刚才这两队的舞台呈现，哪一队更打动你的心？你觉得更好看，就投票给他。再次重申，这边是一号米娅组合，这边是三号杜燕杰。来吧，拜托了，请投。一号还是三号？这是个问题。好的，谢谢，谢谢各位审慎的投票，都投给谁了？大声告诉我。了了，明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这回我空前明白，反正不是给一号就是给三号了。我宣布，本场非常六加一成为非常明星的人就是。掌声祝贺一号米娅组。好了，各位，这就是本场非常六加一的全部内容。既然有梦想，干嘛你不来？希望有一天看到你的身影啊！保持好心情，再见。求你了，我们家没那么多学费。会计刚。